迄个个三百八十二，新版三百六十四。啊，三百八十二吼，咱这个迄个个经文个读起来哈。这段经文伫这个诸贤男子如来所愿经典推出来，推掉呗，推掉哈。这段个读起来哈，诸贤男子如来所愿经典，该为度脱众生，学说机心，学说他心。学习机心，学习他心，学习机术，学习他术，诸所言说，皆是不离。啊，这段啊，咱前回有大概讲过哈，大概讲过，大概讲过，即嘛，咱爱注意一句话哈，我正搁甲咱讲者，因为道场也是讲法师，道场的动态。还是讲法师的意见，绝对要有度脱众生的这个时机安尼。以前我对这个问题有跟人讲过，所以我即马是有讲，搁再甲恁谈一句话吼，讲咱今仔日伫个努力，伫道场讲个努力，还是讲个听经文法，好，还是讲今仔日道场内对这个各种的作业，还是法师的各种的。发挥刚健安尼，这个应该有这个个实质，但是一定要有一句话吼来配合一下哈。为谁辛苦为谁忙？譬如咱今仔日来听经文，那是将来要为着啥呢？哦，这点要注意。啊，我今仔刚健，是不是真真正正会得度脱众生安尼？或者是为了机心，甲为了他心，这个转当然要有一个实际。如果那是无实际，应该都不对啊。那不对会浪费恁的生命，啊，浪费我个人的生命。哦，所以这个无用，爱无用了健康，无用了爱有目的，爱实际安尼。哦，这点大家注意一下。譬如讲，你今仔日病这个时间，病这个生命，你用了对啊，不对？哦，这点卖健康啊呢，哈、哦。今嘛，咱来看太乙大师安怎解说哈？解说，这个个初学，并不说是该有实力，因为在当时哦，有时阵不得用着这个书啊，用着一挂代志，爱开来开始，啊，这个、开始呢，应该拢爱有实力，第一会当主导。第二度他，所以这个法器爱真正确安尼，哦，这个叫做实力。所以当时如来嘛有随类应化，所以应化伊才有积累几项几项了哈。因为如来有这个应心化心嘛哈，啊应心化心原来变作其他的这个动物啦、地界啦，哦，还是讲人间天上，这种叫做随类应化。但是伊随类演化的重点就是要度众生安尼。譬如讲伊嘛，有甲我那有甲咱讲过，伊出世做鹿王啦，出世做即个个鹰哥啦，吼，出世做兔王安尼，哦，出世做太子，出世做专轮仙王，哦，即当中有即个叫做本来为着要度众生，但是伊所演出来经典呢，嘛是重要那度众生安尼。哦，这是属实的代志，所以有成功家己，这个叫做说机心。头前这个讲学说机心，学说他心嘛，吼、哦。有成功家己，有成功别人安尼。哦，那么这个譬如讲世尊哈，世尊五百世情做过忍辱仙人，这个我有记录在金刚经哦，金刚经内底世尊有哪讲到？这个有哪，搁再甲大家复习一下吼，在金刚经里吼，咱经历迄本两百四十页里，两百四十页佛陀有讲一句安尼，讲诸我色为高丽王，甲财身体，啊，我无逆时，我无常无人相，无我相无人相，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安尼，
金刚经有讲即几句话，伊直接讲伊当时吼，世尊有那现身伫咱这人间里，人间中间吼，伊现身菩萨身，菩萨身即个是无量劫哦，足济劫的境界，伊现拄啊七地菩萨，吼、哦，去受忍辱行。啊，受忍辱行的中间，当然咱爱知影菩萨到来，第一定爱受第一。爱修布施、修持戒、修忍辱、修精进，哦，忍辱啊，修这个个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嘛。啊，所以印度啊，这个修忍辱行，但是伊吼，这个叫哈，出生伫有那南天帝国。啊，当然，这个唔在想讲，唔是今生啊，迄是进前，伊出生伫这个南天帝国，南印度，南印度中间咯。有一个吼，迄、哦那个所在吼，有一个叫做富山那城的婆罗门教来这里。后来我那出家，所以我才甲注意讲一下吼，咱若有出家，啊，这么多延续未来出家呢？吼、哦，啊，那是出家唔对，可能得个罗三摩多，这是熟悉的代志吼。所以即卖若出家了，啊，都真正常，啊，都每一世拢出家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出家修学菩萨到中间吼，迄、哦那个中间即个富山那城有一个国王，叫做格里王安尼。格里王呢，即、這个人，即、這个格里王足博学、足骄傲，但是呢，制作的工作拢真心毒安尼。啊，那是有一个霸主啦，哈，霸主就讲。因此被这个格里王翻译起来就叫做恶王，恶王这样就是等于昏君的掉。啊，当时这个世尊，对啊，有给大众生，大众生的中间一段的山顶给修禅定安尼，修禅有一日这个格里王吼，带着所有的宫女去野外佚佗安尼。但是格里王因为疲劳，只能伫树下骹坐咧，啊，坐种困去安尼。啊，困去了，这个宫女趁这个机会，准到处讲要行行安尼，山林啊行行，都来到这个修禅定这位七地菩萨这个，吼、哦。但是菩萨，吼、哦，准甲因开始一挂断药，较会当处理生死的这个法安尼。因为这宫女拢真水，吼、哦，啊真窈窕。啊、所以佛陀哈，迄、那个格里，这个格忍辱先人，就甲因开始即款一定爱远离色欲的代志。但是格里王醒来了，发现所有宫女拢无伫个边啊，啊，所以阵剑抽起来，阵到处伫个找安尼。但是来到这个修禅定，诶，这个忍辱先人的边啊，看到宫女拢围伫围来了，皆问东问西安尼。所以呢，这个仙人用幻，即嘛以为这个仙人呐吼，用幻术给别人家降落，所以格里王就大声个话：“你是啥物人？你那遐大胆，敢欺人我会降落安尼？”但是这个仙人就回答讲：“我是修行人，早就无这个欲的念心嘛，我哪会去欺人你的降落？”哎，这个瓜里王，那么你唔得见阿罗汉多啊？哦，瓜里王就问这个修禅定这个仙人啊，仙人就个回答：实不相瞒，我阿未见阿罗汉过啊。那么这个瓜里王就讲：你既然阿未见阿罗汉过，那么你是不是得到第三个阿那含过啊？仙人个讲嘛阿未啦。但这个瓜里王讲：你既然阿未得到三个、四个。那么你应该还够贪欲，哦？为什么你个欺人我的降禄安呢？因硬要个傲嘞就对了哈，硬要个傲嘞。所以这个先生回答：我虽然是一位，哦，还够未利欲的修行者，但是我已经无贪欲啊。所以我咧讲哦，修学中哦，若还未证果，有诶呢，在修行中就无这个贪欲。虽然伊无见过，但是伊的心已经看到如常哦，都未起心动念啊。哦，这时候呢，应该有那有这样的水准哈。
但是伊较甲讲，我已经无贪欲，一点啊爱念的心都无安尼，就讲被念念愈重的这个心都无啦吼。吼、哦，安怎吼？但是即马这个高良较讲，我无相信你的话，因为你是一个受苦的人，平常时所食这个水果，吼、哦。啊！你讲你记着女色未去贪念，但是唔过我看你是那个年龄真轻，吼、哦，又无离开着贪欲，那么无可能讲记着这个毛病，而这个女相你未去贪嘛呢？但这个先生个回答对于女色无生贪欲，问题唔是伫受苦行面。因为讲啊，问题不是你修空，就是心有时常的邪念，这个女人是无常，人间无常，但是女人有那不正安呢？哈、哦，那么这个瓜里王听到这话了，准讲是不是你有个恶了家己个诽谤别人？哈、哦，你总系当讲你是一个修持正界的，即嘛换个别个傲安得掉。听到伊即句讲，我邪念无常不净，啊！即个高丽王就讲，你是一个修清净行的人，我无甲你相信安尼。所以即个仙人讲，仙人较不得甲回答。有一道心的人，较会诽谤别人；吼、哦，无一道心的人，有讲到一个正确的话，未使算诽谤安尼。好、哦，所以即句话你来注意哈。唔通讲有时阵，我听你有时阵计讲。什么款的法理唔对，什么款的道理唔对，恁千万唔通甲误会安尼。恁记好啊，因为有足多代志无白白甲恁讲袂使进。好、哦，所以这里就是讲，这个忍辱心，你较甲回答讲，有万道心讲出来话，较叫做诽谤；无万道心的人讲出事实出来，是袂使叫做诽谤。所以这个瓜里王还问伊讲，那么你是去修什么戒？仙人甲回答讲，我去修忍辱行安尼。好、哦，那么这个瓜里王检验起来，就向这个忍辱仙人吼，对伊的手、脚、耳啊、甲鼻啊，拢甲刮起来呢。刮起了呢。现在这个然后他又问这个忍辱仙人说，你会忍耐的吗？仙人他又回答，假使大王，你将我的身躯拢总把我分解，吼、哦，搁再把剁加一块一块，亲像土粉啊、土沙粒啊，我嘛忍耐安尼，我绝对对你也无起嗔恨心安尼，吼、哦。安尼还知影吼，但是这瓜里王诶边啊，这群神啊，迄条神还没当着出来，迄条神在甲劝瓜里讲，唔通安尼做啊，吼、哦，你安尼做唔对啊。那么这个时阵吼，迄、那个数天王总降着真济，得随时供奉大众，白刷招招安尼，啊、哦，但是这瓜里王看了后，心存恐怖，生出忏悔心。啊、哦，像写出什么心了？这个仙人法官讲，若我那真正无这个清净心，我这个身躯就会即时恢复本体安尼。安尼讲了呢，仙人法官了，也身躯脚手啊拢我剁起来，耳啊甲鼻拢我刮开，即时脚手啊搁恢复，耳啊甲鼻啊搁再恢复原状安尼。哈、哦，因此法官。啊！法官讲啥呢？讲愿我来世成佛，成道大王你安尼。好、哦，如今哈，即马佛陀伫即个金刚经即个发挥，这是引起进前的即个忍辱仙人含伊瓜里王的即个因缘。啊，所以即马世尊伫即个金刚经的发挥上。讲今仔日我已经先佛了，修身救度迄、那个刁定如，就是以前的高丽王安尼。啊，这段我过去捌讲过蛮，三百有讲过哈，哦，你记住咯。
这已经有讲过，我真无照这个甲恁补充袂使，我等于甲恁复习一下吼。所以佛陀开始讲，当初我是瓜利王甲财辛苦的时阵，我并无着迄个音乐上安尼，吼、哦。假使我有接触音乐上，都有人我顶上，就是有我上人上众生上受者上啊。所以因为我无思想啊，直接所以我心安然自在。随在一家挂，随在一家读安尼。其实一位菩萨行的大王，哦，其实啊，一位菩萨行的大师啦，哈、哦，修菩萨行的大师，哈、哦，将个人的生死应该是地之道完的，哈、哦，安怎样哈？今麦来我个补几句话啊。所以咱每一位众生，那是发大心了，就发四王谢谢观了。修菩萨行应该爱有诸如来接待菩萨的这慈悲，好、哦、来调伽众生并护持佛了。安尼，好、哦、注意哈，这点一定要注意，哈、哦，一定要安尼啊，哈、哦。所以当时迄个孔明哈，孔明哈，三国时的孔明，伊六出祁山为着要度众生，伊嘛牺牲小我，哈、哦。所以有一句话叫做“鞠躬尽瘁”，行合菩萨行人，有那应该安尼。但是不但今生今世，未来生生世世，伊绝对无个人要求快乐、求安乐，伊绝对会搁在道家诸旁，生生世世度众生安尼。吼、哦，这个有那是忍辱的一部分安尼。吼、哦，这个就是真来对个讲忍辱善忍安尼。哦，即大家叫人学习到，即个其他即因人，咱就不卖个讲。但是伊即马有讲到头前讲到对呢，有无化声如品，大通地现佛，是毋是讲到六个囝？即六个囝拢对大通地现佛出家，所以变做十六个沙弥，有无？有哈？十来三昧中间，就其中有一位咱本师释迦牟尼佛嘛。啊，咱这段有讲着，头前有讲着，讲着啥物呢？你唔免听，我准道一个等。讲着讲，比如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第三千大千世界，假使有人我为微尘贵有东方五百千万亿那由他讲，那去一定如是东行，就是。尽是彼定，诸贤男子，故以温柔，使诸世界可以殊为计较。哈、哦，所以这段的时阵，就讲世尊的无量无边劫的进程，等于当时的大通地现佛，迄、那个十六三昧，迄、那个中间伊就现佛啦呢。好、哦，这段给讲，这段给讲的时间，哈、哦，这个时阵伊就已经现佛啦，唔是今啊，他现佛呢。好、哦，这段时间有讲到这个，所以这个东西伊十六三昧其中一个嘛，哦，现伊就已经成佛了。啊，你要想讲大通地成佛，迄个是无量阿僧祇这个行菩萨的时间啊。啊，所以现因爸爸大通地成佛，成佛释迦牟尼佛在当时有那成佛了呢。好、哦，这段时间就所以伊有讲到十六三昧。以及萨多王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萨多王，这个代志，我那大概跟咱介绍一下哈，大概介绍一下。这个萨多王哈，起码注意看，哈、哦，为什么唔到底？这个咱佛法内底有一本叫做《本性谈》，啊，有那《因缘经》。啊，这个本性谈嘛，就去讲释迦牟尼佛的过去，是现在这个人间内底这个情形安尼。好、哦，这本叫做本性谈，就讲世尊的过去安尼。啊，那是这个因缘经，就去讲地主的因缘。那么这个本性谈内底有讲一段安尼，讲到一段这段萨多王的这个情形。伊讲过去是有一个国王，名叫做大基。大基是车的迄、那个，但是这个大基有三个囝，大囝叫做摩诃婆罗，
二件呢叫做摩诃提婆，三件叫做摩诃萨埵安呢。哦，但是这三个囡仔去游山林，安怎样吼？拄啊看到一只虎，生七只囝呢。啊，生七只囝中间吼，这囝围绕伫这个虎母的边啊，无灵通食，因为囝多，啊，虎母灵水无够呢。比如讲，今仔这个人后人生双生，后人生三生，后人生四生嘛吼，最管生高胎啊。有无新闻捌看嘛吼？先高太当然无体迄个灵都无够，所以好个代志嘛有牛灵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这只虎母生七只囝了，拢总还囝拢伫遐无通食呢，啊无通食呢，即、這个摩诃萨埵吼，准生出大慈悲心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！即嘛伊两个兄哥不闹生大慈悲心，拢有生。啊，海头呢，无法度准三个出来，个出去。但是这个第三个吼，会记着咯。先出在自悲心了，伊讲我买下去的这个卫星，这个四代较好下的这个卫星哦。啊，即话都叫两个兄哥相等的讲话，买个加较宽一个安尼。啊，买加较宽一个，伊种家己去咧林顶，吼、哦，去林顶呢，三口八八的，啊，买跳来好这个。好啊，囝食呢，花甲肉买落饲只七只好啊囝，但是忽然间呐，天人总甲染嘞，吼、哦，啊天人染了了后呢，拢无损伤着，无损伤着这个摩诃萨埵吼，他准用德气，德气吼、哦，自从个暗棍啊，一世个渡甲老岁安尼，啊，他个地起着只七只好啊囝下头前。啊！只虎仔闻到迄个血肉的臭味，准开始甲食。啊，食甲身躯食了了呢。就是佛陀饲虎，就是这个典故。吼、哦，所以在当时吼，伊饲虎了，所以伊即嘛准超越功德，超越九超越九十一，超越十一劫安尼。吼、哦，这个就是伫本性内底有讲出这段典故，所以伊就是下心起福，这个故事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咱即马会记着呐。当然，咱布施的人啦，吼，在世啦、发施啦、到无畏施，吼、哦，啊，施财啦、施肉体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有一句话讲啥呢？讲人丁共分。原定功夫是讲下生命行菩萨道，为众生行菩萨道，这个叫做原定功夫，小把功夫啦，小把功夫安尼，小把功夫就讲我今仔日既然佛祖过去都下当用着这个身躯来持护，是安怎样？我袂当用这个身躯来供养佛，啊，那不是供养过去佛，以菩萨的精神来供养过去佛。甲供养现在佛，甚至用菩萨的精神，较来供养未来。你行大乘菩萨道在众生，有那是未来佛来。所以唔靠有一句话叫做烧烧肉供佛来呢。他应该是下去的今生的这个个信仰大乘菩萨道。吼、哦，这点就安尼较会正确性啦。啊、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另外一种的看法，比如说我们去受菩萨戒、哦啊、这不知道什么人发明的、哦、有没有这个点我们出家人这个点三点叫做烧肉供佛、啊、你们在家中去受菩萨道这个所在要烧三点、哦、有没有、啊、说到烧肉供佛这个是我感觉没有什么通这样怎样、哦燃烧自己，照亮众生安尼。我这么是安尼，我认为讲安尼较合理啦吼。啊，较早韩公吼，有闹迄个叫啥？迄是伫影片看到的。伊家己吼贴一个茶起来，啊个泼油的，人靠坐到电话点么倒安尼。我感觉这吼，但是无啥对，我个人的看法啦。迄是较早伫二十八年前看到韩国片，而且出家人安尼做。哦、应该是从出生的这个今生的生命为众生努力，
好落来甲死安尼，啊死了后搁再再来安尼，吼、哦，在我个人个想是安尼比较较健康，唔较袂浪费这个生活。我讲你唔代表相信无啦吼，安怎样吼？啊，你小小的不如死去火葬就好啊，迄事是讲无啥物特色的作用啊。啊，人讲你得爱点吧降温，啊，或是啥物东西？因为这小的吼有肉味嘛吼，会袂有肉香啊？啊，这点的嘛有肉香啊？啊，但那一大丁带点到规间内底拢鸡，那是鸡啥啊？那是烤肉啊？算不是安尼？好、哦，我感觉是安尼较无对啦吼。我讲安尼较无对，恁大家注意，从初心点燃初心，照亮众生安尼。因为今生今世，你若是讲安尼也是背啦吼。一世人安尼无聊无聊也是背，你若是真正会当发挥大慈悲精神，应该用未来佛，有那是讲。我那是按照个性的这过去或到现在或者这个大慈悲道的精神，我还是安尼较对，吼、哦，安怎样吼？好、哦，这个身躯卖浪费啦。你看有诶吼，烧了到底吼，就会烂呢，对不对？烂呢，有诶烂几个月呢，未好啊。我是讲安尼是，安尼讲佛祖唔知，我你拢较计较，安怎样吼？应该是。啊，不过做一个计划好啦。您爱怎样做一个？您已经在家菩萨乖乖啊！您爱修六段界到二十八境界呢？啊，我已经出家啊！啊，我应该就讲出家爱亲出家人的款安尼。啊，安尼我那做一个计划哈。即卖咱过来甲看下面哈、啊，咱头先讲的唔着即个萨多王嘛哈？啊，即卖来咱来甲看西比王安尼。这个西比王哈，我先要注意讲一下哈。西比王就是用身躯，哈，身躯挂肉，饲羊啊，有无？有这典故无？有哈。这个是给讲西比王。这个西比王，伊就是布施身躯，安怎哈？安怎样哈？布施的这个身躯，因为这个地道论三十五有讲的，当时。有一个叫做比丘羯摩天的天人，哦，羯摩天天人哦，伊甲色体反应讲安尼，这个天人甲这个地色天主讲讲，西比王伊的行道足奇怪安尼，啊奇怪个特别，哦，实在是世间真稀有安尼，啊即嘛即个主即嘛即个人。迄、那个伫即、這个伫即个个色地反应的，即头前讲讲了，讲即个人吼、哦，应该是将来足紧就做富人嘞。伊计讲即个上呢，即、這个是比王会足紧做，但是色地反应较讲呢，世事难办呐、啊，吼、哦！你根本吼、哦，你也唔知讲伊的水准先做安怎，你哪有可能了解伊真紧就做富？吼、哦！啊，即嘛，即个上呢，即、这个色体反应，就是即个地色程度，较讲，哎呀，无一定吧。伊讲，较讲一句“虚数暗乐化”，虚数暗乐化是讲安怎呢？我正甲大家讲着讲，下头我有看到迄个个啥呢？当时有人去采访到即个农村内底饲鲤鱼的，啊，饲鲤鱼吼，一尾母的鲤鱼生出来的这个囝，差不多300,000尾。几五十万尾安尼，但是饲到一尾差不多一粒罐，买卖500块啊，30,000尾还是50,000尾，中间都存差不多400-500尾安尼，大多数拢死去。好、哦，这个叫做鱼仔囝，买生甲买大甲下大概都存无几只安尼。好、哦，这个叫做鱼主啦哈、哦，但是另外一句叫做暗乐花。暗落花是讲暗落树所开的花，头发计开花，中间开甲规丛拢暗趴趴呢。唔过伫个落甲剩果子无几粒。好、哦，这是色地反应吼，甲、哦、这个啥物人，甲这个个比丘羯摩天的天人讲的，安、啊、了解吼、哦。但是即卖意思是讲安尼啦，讲伊哩
发菩提心的人吼，真济，唔过成果的人真少安尼。开讲一句虚数安乐法，但是这个讲了吼，伊讲你要相信无？你去讲这个某某，这个迄、那个死鼻客王吼，这个人你讲也成果，无我甲你试啊，你看呢？啊，即嘛做啊？这个地石尊家己化作一只鹰啊！这些天主尊化作一只鹰，但是这个天人尊化作一只啊分教安尼，啊只鹰啊就分教要甲食，要甲食中间吼，这只分教尊拼对这个西比王的身躯来安尼，总甲挣到啥来的？啊，他们这只鹰啊准备来到这西比王的头前，讲你迄只分教放在我家呢，用想着放我哩家，因为我放多要我需要食。啊，即嘛，即个，迄个个士兵吼，讲无你话就较食一半。伊讲我买含每只粉椒平当安尼，头腰变那平当，暗着用钱来穿，叫吼暗着肉挂个会拄好。安怎？啊，再着挂一块肉，用啊着看活动。啊，即嘛停个个，那面伤轻着伤重安尼，伊拢无要甲食。用你另外挂个每只含每只粉椒会当用平当安尼。我七卦八卦，一千股卦了了，安怎样吼？现这个色界反应吼，就是这个个地色天主，加这个迄、那个个诶，比丘金摩天人啊，伫遐个感叹，讲真正这个西比王足紧都成佛啦呢。吼、哦，咁有那这个这段故事，有那写伫本性谈内底了，得较气。安怎样？啊，我这么个个注意讲起来吼，杀山动主，有那是讲这个意思。吼、哦，有一讲一天的，吼、哦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而这个代志了，下面两句，你阁继续听呢。但是迄个个天人变作魔王，他讲我巴多要，你辛苦生活吃呢，啊，吃了我跟你讲啊呢。吼、哦，啊！即后壁伊即马准到尾，即个说禅动主准对，吼、哦，听着即个魔王解讲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是甚物？生灭灭义，灭灭为乐安尼。安尼呢，即说禅动主甘愿，准伫咧树仔顶跳落庙食呢。啊，即、这个魔准变作天人中啊破的安尼，伊为着发念。愿意下心，了解吼、哦，这个问题就是跟咱查落哈。啊，即马佫再来吼、哦，如说弥勒王舍为一切地公贤人，哈、哦，要么这段，我即马佫甲恁讲一下，哈、啊，这段咱拢来知影一下哈。即马这段中间吼、哦，咱即马伫。我伫迄本《弥勒上圣经》内底，我有解说过啊。解说中间就讲，咱这个经典内底有一本叫做《一切地光明先人诸心因缘不是肉经》啊。伫这本内底，因为，吼、哦，这本内底哈，这个释迦佛伫摩诃提国的接灭道场的时阵，有一位迦毗尼婆罗门的囡仔。吼、哦，名叫做弥勒，但是伊个身躯是金色，搁在32上八十种好已经起来。那么中有真个婆罗门看到这个囡仔含佛陀吼，类似有32上甲八十种随行好安尼。吼、哦，啊，即马准就去甲请教佛陀吼，讲、哦、有一个囡仔吼，伊个相貌啊，拄含世尊哩相像安尼，甚至身躯搁会发光。世尊，你的身躯会发光，这个囡仔会发光，但是这个囡仔所发的光是紫金色的呢。吼、哦，含佛陀并无什么能用，请世尊甲阮讲，到底这个囡仔是甚么来历呢？吼、哦，佛陀较向这婆罗门讲讲过去，即马讲过去，无边阿僧祇劫的时阵，有一个国土名叫做现花富。吼、哦，迄个时阵拄好。有那有一个佛陀降生，那个叫哪？
迄、那个佛陀的名，有哪叫做弥勒安尼？这个国土的名叫做现王府，但是迄个时阵如佛陀降生叫做弥勒。弥勒就是以自心，啊，甲四无量法直接教化众生，啊、哦。那么中间呢，这个弥勒佛，同时迄个弥勒佛喏，伊的名叫做诸三昧光大悲海魂安尼。也这个佛的法号，哈、哦，也名。可是那时阵如果有听到这本，迄、那个一切，迄、那个听到这本，迄、那个讲这本经的迄个经名，叫做《诸三昧光大悲海魂经》啊。那个时阵如果听到这本经了，就会当超越百亿万劫生死罪安尼。哦，但是将来必定会幸福安尼。啊，这个时阵，这个现化富国中有哪有一个大婆罗门，伊的名叫做一切地光明，哈、哦，伊的地位非常高，又是广博群经，是讲每一本经伊拢看会来哈。但是听到佛说，佮讲这个诸三昧光大悲海魂经了，即刻做皈依的这个和尚，皈依的这个弥勒佛陀安尼。哦，定法无上正正觉的这个心，就讲，那原来应该类似是含咱给发这个四弘誓愿烧香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即马发心了，较讲安尼讲，今我在佛法中，普上大足三昧光大悲海魂经，以此功德，愿吾未来无所劫中成就佛道。我安尼读恁听好无？伊讲我读这本经，就是为着要成佛安尼。但是我的佛号本来要叫做弥勒。哦，伊就发心，因为伊当时是遇到这个有那弥勒，爱将伊发心来叫做弥勒。所以完了，伊准离家去修梵行安尼。离家修梵，所以每日哦，那完在乞食为生。那我在书里突破，哦，啊，大家在去持诵这本大悲海魂经，上家本身已经一心不乱了，这点是重点哈。但安尼做经过多久？经过八千年，因迄个时阵吼，人修的非常困难的。有一边，哦，伊一个修梵行迄个道场里呐，伊本身底安尼哈，啊，落雨落甲未停，而且水准暴涨，暴涨了后呢，这个先人准。点点在地啊，都未当处理的，未当处理缺失，所以已经经过七天未当挖出。但迄个时阵，森林中有五百只白兔，哈、哦，其中有只兔王，啊个镜两只，看到这个仙人已经七日无食饭啊，所以心内端咧想讲，今仔日这类仙人为着佛道，已经过来就无食，恐惊命都活无活久啊，因为咱人哦。七天无食，真正会死；无饭无水，拢袂使进。七天啊，住啊！但即马佫差一个话啦。你若要断食七天哦，你绝对袂使到一群腿甲爆，腿甲爆你晕死诶！安知影无？即马有计时间断食嘛吼？漳州那有一个基督教徒，迄、那个女将，伊断食了后，准食饭食甲饱，到尾第三天就死啊！断食了后要食吼？爱慢慢啊，食暗、食水、食暗，啊来较食慢，经过有那着七八日慢慢调理起来，才会当恢复正常安尼。啊，真正基督教迄个女将，就是因为七天过了，忽然间食较饱，准三天就死安尼。哦，这点是加教咱大家注意了哈。但是即马他讲安尼哈，讲可能这个先人哦，生命保存无解决，哈、哦。但是为着要维护到这个大法，哦，所以母仔囝就只兔母甲只兔仔囝，准跳入火林，啊，火林了讲用因的肉要来供养这个法师安尼，哦，但是在当时在跳入了天地大震动，但是肉已经熟啊，熟了了这个山神哈，准向仙人讲，啊、哦，向仙人讲了，你讲。兔王因母仔囝为着要供养法师，已经伫火中倒落火中了，迄个肉已经熟啊！吼、哦，
你敢唔确确认你食食，还能够保持着你的生命呢？哦，那么这个先人听到求神甲讲中，哭了非常伤心，就当地发愿。即马做下面这几句诶，愿我世世不起杀相，好、哦，但不贪欲，欲得功名，慈悲三昧，乃至成佛，断这欲界安尼。即个我讲一下，这位先人讲愿我未来世世吼，绝对无起到这个杀众生的这个想，好、哦，我绝对未来生生世世我拢无要吃饭，好、哦。但是入到这特工，入特工名珠山脉中，甚至我若有一天生活，我要制定我国土所有的众生绝对袂使食肉呢。我感觉伫北关大家甲恁讲过，讲未来中华三昧吼，弥勒菩萨会制定不杀不杀肉不食肉戒，有无？就只是单看嘞。啊，了解。所以咱即马要迎合到这个个。未来佛的本理，所以咱一定要持斋所信，唔能够杀业。好、哦，我跟你讲到第这段哈，讲了后哦，伊就家己身躯准跳入火莲，跳入火多含两只兔啊，小时做伙安尼。迄个时阵哦，天地有六种的震动。好、哦，那么这个佛陀哈，这个是给讲过去嘛？佛陀他讲安尼讲，迄个时阵，迄只兔哦，就是我释迦牟尼。哈、哦，那么兔仔囝就是今仔日我迄个囡啦，迄、那个落后了，安怎吼？但是这个上经的先人哦，哈、哦，这个就是今仔日弥勒菩萨，哈、哦。但五百只兔仔呢是啥物人？就是摩诃迦叶，伊带动出来修行的五百个比丘呢。你看一年东西都结来，搁再讲。这、那个中间遐有250个求神，就是舍利弗甲目犍连，伊带来出家的250个比丘安。即个嘛，古等德含弥勒菩萨啊，含即个世尊结缘来。好、哦，这段就是伫对，就是伫即个个，一切地功名，先人诸心因缘，不是逐境来得的事啊！啊，了解吼、哦，这是安尼啊。所以，所以我今麦甲大家讲一下吼，咱已经有发大心，要修菩萨行啊，绝对爱结无量众生的因缘，爱有大慈悲心，卖去伤害着小动物安尼。好、哦，这点咱应该注意到。好、哦。尤其是咱未来要做弥勒的弟子，所以咱这大慈悲心不实用，应该爱含未来佛，而这个心心相印，安尼较对。哦，这个是这段是讲到这个一切地功名。那么这个伊下面如果在讲，譬如讲伊讲阿弥陀佛，伊过去哦修五劫的这个个法藏比丘，这本恁就来看。你若告诉要了解这段典故，我无要甲恁讲啊。这段典故就是《佛说无量寿佛经》来对应。哦，《佛说无量寿佛经》来对这个发动必须得发48大愿。这段就是伫这个这本经里。哦，啊，即嘛来一个再讲哦，伊讲是机心现为色客心，是他心现为彼不施佛安的。哦，啊，这彼不施佛哦，我再过来恁讲一下，因为真来这记录是真多，哦。真侪中间吼，因为咱唔知有听到一句叫做七分路无，敢捌听到七分吼？七分中间吼，我想跟咱讲，因为这个比不是佛的七分之中七分。啊，不过进来底吼有过来版本吼，我现在跟你讲一下，这个版本的中间吼，以这个个中阿含之大本经，啊加前一阿含44之不善品来的人。进来第五下着，好、哦，啊个中阿含大本经来对联，好、哦，进来在讲咧过去91劫，当时有一尊佛叫做毗婆尸佛安尼，好、哦，啊唔但是给讲这类是不是？哦，啊个再来哈，毗婆尸，但是佛出一个讲过去31劫有佛叫做释迦如来，
佛祖过去说的一劫有佛的名，叫做毗舍婆如来安尼。哦，这个经典有这个记录。好、哦，阿即马来哦，佮再来哈、哦，佛祖现劫中有佛名叫做苦留孙苦那含。哦，啊，佮再有一个释迦佛。哦，阿佛陀讲，我今仔日在现劫中，哦，在现劫中直接讲，但这个毗婆悉如来哈，诶、哦，叫做哪？搁在一个毗婆，哦，罗婆如来苦那含摩尼佛、迦舍佛、观无心，哦，现在这种有记录着。但这个毗婆悉佛、悉气佛、毗舍护佛、普留顺佛、苦那含摩尼佛、迦舍佛。甲释迦牟尼安尼叫做七佛，来我搁念一遍哈。这个药王经讲安尼，毗婆悉佛、悉气佛，哈、哦，啊，即马搁再来，毗舍护佛、苦留顺佛、啊，苦那含牟尼佛、迦舍佛、释迦牟尼佛。在头前这个，好、哦，这个毗婆悉佛、悉气佛甲毗舍护佛，这三佛都是过去劫。最后三佛安尼，过去劫的最后三佛，好、哦，譬如讲正是现劫嘛，哈、哦，过去叫做啥庄严劫，迄、那个庄严劫前佛的后边三佛安尼，哈、哦，啊了解哈，今嘛这个是讲安尼啊，好、哦，今嘛来哈，数分论的这个比丘戒本有给讲啊，比婆悉如来，悉气如来，好、哦，啊再比舍罗如来，苦留孙如来、苦那含如来、迦舍如来、甲释迦如来安尼，安尼，这个都拢有记录着这个七分，哦，这个是给讲安尼，所以给讲因现为是比现为比不是佛出现世间，哦，所以心里内底有给讲贪佛啦，啊，我家己啦，讲别人，心内底吼，伊都有用这几个嘛，所以才有那资料，让大家知影一个安尼。哦、啊！即马搁再看，这段来甲解释完哈。即马搁再以及开塔见德波如来，这是头前的德波如来遐。哦，这段先讲遐。但是譬如讲有先实现家己的代志，先家己的代志当然是这本本性谈来得灵，还是讲现为，哈、哦、现世。化身为释迦牟尼佛，就是伊有行魔。行魔就是伫咧金刚座里要成佛的中间，就是这个魔镜、魔女、哦，啊个魔王来给干扰。哦，迄、那个就是伊实现，因为迄个中间一定系安尼。啊个成道说法，成道说法，这个就是伫倒数多天来入伊妈妈的母胎，啊出世了，哦。啊，迄、那个十九岁出家去，啊，出家去要经过两年成道，啊，成道了，才来说法呢。这个就是伊本身实现的，或者是实现各种的神通安尼。因为佛尊内底有六通，有五眼六通，吼、哦，有乃实现才给大家看。或者讲其他书，譬如讲有几讲到这个法藏比丘阿弥陀佛，伊安怎发愿度众生？哦，这个就是其他书头前这段阿弥陀佛作法藏比丘定是安尼，好、哦，安那无就讲着大通地性佛放光化像，这个在头前，这个个化声如来，化声如品第七，伊就讲着释迦牟尼佛因爸爸，迄、那个十六王子其中一个因爸爸，到尾出家成佛，他叫做大通地性佛。哦，即个头前讲个，即个叫做，哈、哦，有那第七段，伊搁在其他讲，啊，搁在讲放光化像，哦，迄、那个情形，这段情形就是即、这个，我搁讲着化声如品第七，来得灵，恁若有搁靠上，恁就搁定定靠上着，哈、哦，所以佛陀他搁在讲，哈、哦，凡有言说，譬如讲伊若开嘴讲话，哈、哦，开嘴讲话哦，咱即马那注意一下哈。那有开嘴讲话，譬如讲我那有开嘴讲话，安尼来讲，吼、哦，就对众生爱有利益安尼，因为这个是对众生爱有言教。啊，假使讲你要甲众生言教，你一定爱有德范。你本身若无德范哦，你讲起来可能袂啥对。
哈、哦，一个这样，所以有些人讲开哈，对众生实在无啥物利益的咧，安尼咱就唔通讲。但是人世尊哈、哦、讲出来话，拢对众生有实力，安、啊、了解哈、哦？啊，咱即马道场内底去做的工作，一定爱对众生有实力，就是真真正正会当领导众生实在修行，安尼较当办法咧，较当活动。那是如果未当互众生实行。实在修行，咱就唔通办法会，也唔通办其他奇奇怪怪活动，安尼会去耽误众生的这个性命，加工处在善处了，唔丢弃安尼。吼、哦，实际上就讲行为跟说来，这个拢都爱有众生实力，所以佛陀讲该有众生实力利益，所以非是虚语呀。所以佛陀讲的话，无一句虚假话安尼。哦，即个爱注意，所以咱要对大家讲个爱心修行，唔通凊彩闹闹，啊闹闹有头无尾啊，恁在尊什么会？哦，安了解哦，弥勒尊哦，哈哈哈。